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啊，我哋又睇翻嗰张相啦。咁啊，呢个系即系火车站。系。烈士。火车站。系。系啦，咁系我每日翻工必经之地嚟嘅，基本上都留咗唔少脚步。系啦，咁讲翻咧就系话系啦，咁我哋再睇下一张相啦。咁其实讲翻我住嗰度咧都几 OK 噶，除咗街坊有爱咧，动物都好有爱嘅。啲猫咧就会喺你嘅前院啦，变成一个猫饼咁样瞓喺度噶。好得意喎！係啊，講多少少啊，其實英國好多貓咧，其實都係放養嘅。何係放養呢？係佢係有主人嘅，不過咧佢通常咧日頭咧就由得佢周街走啊，又或者去周圍啲鄰居勾下食啊。咁我哋搞笑地講，佢就叫化緣啦，啊化緣的貓啦，係啦。咁呢只就正正係我隔離屋嗰只嚟嘅，係啦。呢只貓女有13歲噶，哇都唔細咯。係啊。咁跟住我去呢張咧就係、是我同我太太餵得佢最多嘅，每日餵兩餐嘅真係。係。佢好醒目㗎，佢早餐佢知道我哋咁上下時間起咗身啦，佢就會喺後院出現嘅。咁而點解呢個咁啱喺前院咧？即係純粹係最初期，佢唔係同你好熟，佢就喺前院嗰度認識下你先。跟住我咧就覺得，不如我去後院餵佢啦。後院起碼有多啲草，有多啲地方俾佢坐啦。你去後院啦，唔使咁辛苦啦。咁我就喺後院餵佢嘅。咁而家基本上個狀態就係早晚一餐，即係我翻工前，我放工後，我就會見到佢噶。係好似即係你養嘅，其實唔係我養嘅大佬。佢好大隻啊！佢正唔計條貓尾，約摸呢度有1.2吋到咯。哇！咁如果你有食一餐嘅佬，你唔知邊度有食，咪食好多餐。我估佢都食好多餐，同埋佢係好似康正咁樣，係實淨噶。哇！好嘢，啲毛唔鬆噶，係實淨貓，實肉貓嚟噶。好，係啊，好，我哋睇下一個。咦？呢個咧，真係我覺得係我嚟咗英國最估我唔到嘅一件事。啊，康正，你見到係咩咧？雀仔？唔係，雀仔已經太多啦。箭豬？全中。哇！佢係箭豬。有一日，我臨翻工之前，我見到佢就喺我後院出現。咁我當時我就已經入咗我條街嘅街坊 group 裏邊，我即刻 message 問嗰啲街坊：我見到佢啊！我唔知點樣，即係譬如話，我又唔想整親佢喎，咁但係佢我又唔知佢點樣，跟住我啲街坊第啲 message 咧一辣全部只係一個即係叫 cat biscuit， 貓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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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咁貓餅洗個 group， 跟住咧去到後屘有一個咧就有多個答案就係貓餅加一碗水。啊！貓餅加碗水，你快準備貓餅加碗水。但係當時我冇買貓餅，我就即刻畢咗碗水俾佢先，都係飲咗先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放工咧，我就即刻喺火車站附近嘅超市啦，即係嗰啲便利店啊，即係唔係叫超市，因為我哋嗱講清楚，英國咧其實如果叫超市級數咧，就等於係香港嘅吉吉島嘅大細啦。而我講嘅去火車站附近買貓餅咧，就只係叫便利店嘅級數啫。但便利店嚟講就比香港大2-3倍嘅嗰啲叫做便利店啊，佢。即係買包貓餅翻嚟，即係擺低，擺個碟餵咗佢，跟住好彩佢肯食，咁啊點啦？咁經歷咗8日頭尾，佢有食餅，有飲水，但係後屘又唔見咗。好，走咗啦。係啊，我唔知去邊啊。跟住我同我老婆都有陣時都會擔心，希望佢冇事啦咁樣嘅狀況咯。係啦，咁其實咧，除咗箭豬之外咧，仲有狐狸。狐狸點啊？狐狸咧，我覺得咁樣講，我哋嘅街坊 group 咧都有一個温馨提示，就係話，你見到狐狸，你唔使理佢，你由得佢行。但係亦都提議就係唔好主動餵，即係同香港嘅野豬一樣情況。即係又話唔使驚佢，不過就唔使説唔好餵佢。點解呢？因為英國嘅狐狸咧，啲人多數都係話佢係食動物屍體嘅。
咁但係我嘅我嗱，以係我嘅推測啊，因為我就見有兩隻狐狸啦，一隻就好色彩繽紛嘅，就大隻啲、強壯啲；一隻就好瘦弱嘅。嗯，我曾經就懷疑過色彩繽紛嗰只咧，就會喺我後院嘅一棵果樹咧，佢跌嗰啲果落嚟咧，佢係食嗰啲果嘅。嗯，咁就點解咧？因為我就每個兩個星期咧，就要打理一個後院。就要將一啲剪咗嘅草啊，一啲廢物咧，就要入去一個回收桶，咁就要交俾市政府噶嘛。咁我就會發覺咧，當我執呢啲廢物嘅時候咧，就發覺咧好多果咧係俾人咬，係俾嘢咬過。嗯。但係如果啲嘢咧就肯定唔係貓咁嘅牙，貓嗰啲牙咧通常會圓形啲噶嘛。嗯。但係狐狸咧係會發現咧係尖尖啄出去噶嘛，狐狸個嘴啊。是尖啄出去的嘛，而佢個咬嗰個口咧係尖啄有少少鋸體嘅，鋸體牙痕嗰啲鋸體咁樣嘅情況咧，咁就覺得似係狐狸咬過。嗯，咁啊即係咁啊，其實狐狸都好多都食水果啊。啊，正常應該係食水果嘅，我估。咁譬如話，我講翻一個同一個經緯度嘅地方，就係、是、日本嘅狐狸咧，就真係食水果多嘅。係啦，咁可以再睇一睇啊。嗱，呢個就係小弟嘅後院，就係、是、春天三月中嘅情況。哇！好似人哋有啲要修剪啲花園，佢咁靚。其實弊啊，因為如果啲樹生得太多、太過茂盛咧，會兩邊嗰啲圍欄咧，你會俾啲樹逼爆。嗯。所以我都會擔心，就係遲啲如果需要鋸呢啲樹嘅時候咧，我都唔知點算好。嗯，即係當然當地係有啲公司去幫你做，咁但係都要衡量一下個情況，就係如果佢冇話破壞到兩邊嘅圍欄咧，佢就唔好會幫你做。嗯，但如果涉及到呢啲情況咧，咁佢先至會正式幫你處理嘅。而中間紅色個波咧係英國櫻花。嗯，沙古拉。Yes。嗯，係啦。咁啊，即係我哋講開英國嘅佢生活啦，即係你譬如食嘢啊、翻工啊、放工啊，係即係工作嗰啲，有冇啲即係適唔適應啊？有冇啲特別啊？啊，好多謝，好好彩嗱，我冇宗教信仰，我只能夠講有好多謝上天嘅安排，俾到呢一份工我，因為我其實我係三月尾，即係當時嘅三月尾咧，已經翻咗工啦，即係嚟咗英國個零月就翻咗工噶啦，咁基本上。同事啦、老闆啦，亦都係 O K 嘅，即係亦都好體諒。因為我就成為咗全公司住得最遠嗰個。係公司喺列斯，我喺列斯嘅再東邊近海岸，我住喺。咁有同事係住 Birmingham 嘅，佢排第二。係啊，我住我嚟咗公司之後就係第一。係啦，咁多數都喺列斯啊、Manchester 嗰住都有嘅，係啦。咁同埋公司就幾好啦，咁有個半鐘 break 啦，即每日係啊，90分鐘嘅休息。係啊，咁變咗你隨意調動啦。咁但係最瘋狂嗰期，即係可以去斬開嘅。你中意三份半個鐘，一份一個鐘，一份半個鐘，或者一份半個鐘，一份一個鐘都得。你中意點排就點排。咁、變咗老細唔管你，冇人亦都冇人會去理你嘅。總之你做好曬啲嘢。冇人理你噶啦，只不過就係 work from home 嗰度咧，由於我身嚟身著啦，咁我就冇得揀禮拜五嘅，咁我就冇所謂啦，咁禮拜三咯，打一陣啫，我又香港人又唔會太計較呢啲嘢，我反而覺得，咁另外咧講一個 break 嘅風趣小事啦，早排咪歐洲國家杯嘅，阿老闆咧。就羅致咗好多薯片啦，即係你知英國最中意食薯片。係，我都中意。係一箱二箱擺喺個 pantry， 正。你要食嘅請自己處理，但係唔好整污糟地方。嗯。你要睇波冇問題啊，老范。如果嗰場波特別當然係英國啊，英國啊，閒日嘅時候咧，首先你哋自己帶翻曬你哋啲耳筒，啲藍牙耳筒，你哋自己聽住，亦都唔好喺。工作時間即係我哋嘅工作時間講，佢係朝九晚六啊，辦公室時間啦，唔好突然間嗌，因為有陣時候如果同客傾緊電話嘅時候，你突然間嗌咧，好嚇人噶嘛，你突然間，咦做乜事啊？你公司嗌乜嘢啊？咁嗰只咧，試過一次㗎啦，有個同事咧，我記得係邊場啊？英國對瑞士，
好個時間好似係差唔多我哋嘅放工時間咁滯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有應該係有人攞 OT， 有啲係海外會議開緊。咁跟住咧，阿老闆就第二朝就有個 memo 温馨提示嘅，就話如果仲有人留喺度工作，而另外有人喺度睇波嘅咧，就勞煩睇波嗰啲都帶翻你個藍牙耳筒。之餘，如果你太興奮嘅時候，就盡量控制自己嘅情緒，就唔好嗌得咁大聲啦。咁解係啦，就係、是、有呢啲情況嘅。咁你話至於交通費嗱，我必須要公道講，英國嘅交通費一定比香港貴。呢、這個就無懸念㗎啦！你即係攞我嚟做例子啦，我搭一程火車，我講來回咧，其實係13磅，即係83蚊一日。哇！但係調翻轉頭嚟講，你話我只能夠講就係話 cover 到人工，咁亦都好好彩，好託賴有錢儲到嘅。到而家都有錢創造價，咁亦都好事。點解我咁講？因為其實我記得啤梨曾經講過英國啲嘢食好貴噶嘛。但其實我又覺得，我會公道講就係，如果你係買餸翻屋企煮，係平過你笑嘅。譬如你買一塊安格斯扒，係講緊4.99磅嘅咋。即係你當50蚊好冇？係啊，50蚊一塊。有陣時候，如果撞在超市的每週特價，是講8.20磅。所以小弟由於你大家觀眾見到我比較身形瘦削啦，咁變咗我嗰邊咧，亦都好開心嘅。我唔敢講，我只係我自己啫。咁開心咗，咁就一日食4餐啦，變咗。哦，好亦都增咗磅啦，好開心，我增到磅添。係啊，我就會睇法就係、是除咗你講跑嘅，咁亦都譬如話有一啲英國啦或者本土嘅食品咧，其實都係平嘅，譬如餅乾。餅乾可以譬如話平起上嚟，45p 一包，麥維他嘅大細，但係當然唔係麥維他嘅消化餅，即係本土嘅消化餅，4.5磅啫。即係4.5磅啦，你當係咪？咁你話 OK， 你話買牌子，我真係正話講麥維他啦 ，OK？ 係兩包裝，香港嘅兩包裝 double 裝係賣2.39磅，即係23.9兩包咁樣計。咁變咗其實各位應該個睇法就係、是英國如果你話本土嘅食品，因為佢歐洲地區又好，英國製造又好，一定係會平，因為你少咗運費嘛。但你譬如如果亞洲嘅食品咁，梗係貴啦。你舉個例啊，辛辣麵啊，冇香港辛辣麵，你咪最多2蚊包。韓國製喎，我講韓國嗰只喎。咁但係英國、韓國嘅辛辣麵咧，圍起港只係9.5一包。咁啊，娛樂方面咧？娛樂，你問我啊？你講個娛樂 OK， 全香港人都知道香港最近有套港產片億二票房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啦。係啊，香港睇100蚊使唔使？睇咩時段？有時都可能要啦。我嗰邊睇6.99磅。OK。位置嘅，我講坐位係可以撳掣挨後。哇！正喎。係啊。仲係唔講得笑㗎！我喺嗰邊其實都睇咗一啲戲嘅，譬如話動畫就睇咗《蒼老與少年》啦。但係得英文字幕啊，強調係英文字幕啊，冇中文字幕。OK。港產片睇咗《田字 L》啊。就係、是《九龍城寨》啦。係啦。咁西片就睇咗《Oppenheimer》咯。係咯，原子彈之父啦。咁我都要後屘買翻港產即係港版嘅碟，我先明有啲先明啦。OK。咁至少。如果你比對，你話同香港睇戲嘅價錢係差不多嘅，係啦。咁至於另外一啲娛樂議題咧，就留翻請睇翻《動漫民潮》啊。咁我就會有另外嘅一啲會介紹翻。咁你話買衫，都幾不幸嘅。英國嘅衫款係少啲，顏色亦都真係少啲嘅，所以好多嘅當地人咧就偏向 online 買衫。Amazon 啊，eBay 啊，嗰
嗰啲都幾熱門嘅，即係甚至如果有睇開另外一啲 channel 嘅，都講緊就係話 Amazon 間唔少佢會有啲定期嘅優惠噶嘛。咁變咗就好多英國人咧就喺網上買衫啦。咁食講咗啦，住就其實你問我住，當然其實呢段時間因為多咗好多外來人口，唔一定係香港人嘅，即係譬如多咗一啲歐洲嘅移民啦。甚至以色列的移民嚟咗啦，咁變咗嗰個其實個租金又好，個樓價又好，亦都係偏高咗嘅。咁甚至由於啊工黨上咗台之後咧，其實嗰個房屋税制咧亦都有所改變啦，所以都會有所調校過咯。咁變咗你話住，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希望各位就話你過嚟之前都要三思一下，究竟你哋想住嘅區域啦。你哋嘅家庭嘅大細啦，你哋個計劃方面咧，就真係要諗多啲，就唔好一窩蜂咁話我要走，我要去，咁就乜都唔諗，乜都唔理，係啦，始終都係要有周詳計劃，呢個係真嘅，係啊，唔好太重心。即係最近啦，我見到排到，喂，英國好多示威啊，好亂啊，你哋香港人移民咗過去啊，你仲死？我會咁睇，公道講，首先嗰單案件其實只係到而家只係第一堂 court， 只係講個反應罪與否嘅啫，內情唔知，動機唔知，淨係只係知道佢拿住把刀入去一個興趣小組就刺殺，就殺死咗三個小妹妹，七個人受傷。冇人知道發生乜嘢事，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好唔負責任嘅網紅帶咗風向，影響到輿論，而政府亦都好醒目，借助輿論去制壓咗一啲情況。咁當然你話你問我，其實刀仔嘅刺傷人嘅案咧，我喺嚟到英國唔夠三個月，已經有一單都幾轟動。就係講緊一個。即係跳掣啦，神經失常啦，就走去大學門口咧，先刺殺咗個男學生，再殺死一個女學生，再殺埋個校工。但其實三個人係零關聯，即係我想講受害三個人係唔相識，真係隨機嘅。嗰個人同嗰三個人又冇拉楞。即係唔好意思啊，我唔應該咁樣比喻，但係個案件就類似香港鑽石山嗰單。係，你唔識嘅。你無端端拿把刀就刺死咗三個，一樣。所以而家其實英國咧，由好多年前開始都拗緊一樣嘢，就係刀仔案嘅情況係多咗，要點樣去處理，要點樣去制止？甚至連一啲超市賣刀都有年齡限制，即哪怕你煮餸嘅刀都有年齡限制㗎啦。不過好似呢啲刺傷人也好、刺殺人也好嘅事件咧，其實都未平息過嘅，到今天。咁當然就要睇下工黨阿 Stammer 點樣拆啦。咁我只能夠首先就祝願各位英國嘅港人咧，就其實就唔會有啲咩事嘅，因為就冇話針對香港人嘅，亦都話冇話針對亞裔。其實你話去唔去到穆斯林層面根本就冇關係，其實只係因為網紅煽動嘅啫。我覺得網紅煽動，甚至一個叫 Reform UK 嘅 Nigel 去講一啲説話，去誤導咗佢哋嘅思考嘅啫。但其實而家呢段時間冷靜咗，大家明白咗，同埋大部分嘅英國人咧都係對移民係友善嘅，哪怕你係來自香港、亞裔、南亞、歐洲。都是友善的，不會話有什麼惡意的，所以我覺得都是那句移居與否你自己決定，甚至留低香港的與否都是你們的決定，不要作出一些任何的事去即是譬如我不會去罵康正蠢仔來罵香港，即不應該也都不好這樣做，因為這個是每一個人不同的選擇決定。正所謂最經典有十個字最近出的嘛，條路自己揀，H 咗唔好喊啊嘛，係呢個係你自己揀嘅，你亦都唔需要去叫做挑戰
或者爭議人哋嘅決定，你讓人哋去行佢自己嘅路，咁佢哋行啱行對都好，係佢哋自己去負責佢哋嘅結果噶嘛，係咪啊？唔需要去話話人哋好啱，亦都唔需要話人哋係錯。咁呢個俾翻各位留喺度留下來的人，哪怕移咗唔好話英國啦，美加澳嗰啲人咪自己去衡量翻咯，好多嘢係咪？係啦。咁啊，今日都好多謝阿齋藤啦。咁啊，大家都繼續去東莞問問潮。咁啊，你即係就算去咗英國都繼續係做節目噶嘛？係啊，咁我亦都會更新翻一啲英國嘅動漫資訊啦。咁香港亦都唔會冇嘅。即譬如我哋有我哋本身嘅鋪啦，同埋有我哋嘅宅外觀影，即係啲影評嘅鋪嘅，我哋都好勤力㗎呢方面。咁當然唔好意思咁多位，我亦都有啲嘅集數。寫緊稿㗎啦，甚至都拍緊片㗎啦，所以希望盡快可以擺多啲片俾大家睇嘅，亦都好多謝啤梨漫步啦，大家亦都要睇埋最正分析啦，因為最正分析係我每日放工必聽嘅節目嚟嘅，係啱啱搭車嗰時候去聽。得我搭火車，如果你短版，我真係一程火車聽得曬；如果長版嘅話咧，火車再搭巴士翻嘅，啱啱聽埋，哇！真係不得之了。哇！咁你個旅程唔係旅程，你每日個車程都長。長假，但係好好彩，就公司就體諒嘅，係啊，就係咁咯。好。